大家好，老狼，我是老狼。我今天又来买那个扇贝来了，我准备把他们在楼里边的扇贝全部买回来，然后回去把肉给它抽。但今天没多少，有多少算多少吧。我买一大碗，我多进点。哎呀，昨天啥的，这个水呀，这不都给你捞出来了？都空了。没有死的。没有。便宜点都一包人了。一斤都挣几毛钱这玩意儿，看看多少斤吧。21斤。多少斤？84。四号。84。10块钱三斤呢，这不大的吗？昨天就这一个，我们昨天你拉倒吧，我昨天跟你家买，跟媳妇在那买的，一样的玩意儿，一个是4块，一个10块三斤的，这不太差。昨天买就这个，中了，你这不太差的。我也没差，昨天都搁这一会儿买的，还能差喽？这84，你给80上下的，差不3块钱块的。那不就是4块钱一斤的吗？84的80吗？20斤吗？这是大的卖4块的。他说他俩涨价了，卖4块一斤，昨天10块钱三斤。都是两箱，哪儿的都是一箱，昨天买就是一箱。4块10块3斤，这不太差的。没有，根本就没有，你就不用啥了，你连口卖价还卖不一样啊。昨天连买鱼的买菜买不少的，连还买几个螃蟹都买的。根本就不是那么多，你是差价的还是？差不是那么多，这样。本身现在扇贝都两样，有大有小，小的卖10元3斤，大的4块，真能差吗？你买，昨天买就是一盒的，只有10元3斤买的，还差了。身都凉。用不用看过视频？我视频转录了。说来，我找专门今儿来买了，我说抠面抠肉，在路上买。20斤，你得算多少钱？10元3斤，我不会算。21斤84吧，我给你留你80吗？哪是那10元3斤的？你回头你找我多要去。你两口卖价都卖不一样，不是卖价卖不一样。大老远哥刚才在跑着上家，跟上家专门走上人家卖海鲜了。那个75给本得了，对不对吗？给你取10块钱，给75得了，给当烟本儿扔就扔。昨儿买不10块钱3斤吗？嗯，说10块钱3斤，昨儿买我记10块钱3斤。两样吗？两样。行吧，两样就两样吧。你便宜点是点得了。反正都包圆了，回家咱扣肉去，看看20斤09两，他非得往上毛21斤，反正就当21斤吧。咱回头看看今天能扣出多少肉来。回家咱拿大蒸锅开呼，这一锅呼不下呀。上老烟口。我也喷大锅了，扇贝拿回来了，但是漏了好多的水呀、啊，水也是15钱一斤呢。哎，不管了，先给它蒸出来，然后扣肉看能扣多少。这次的扇贝多，就不在屋弄了，也不是吃的，为了包肉，直接在外边把这锅坐这上。直接就开始蒸，先放下边来，扇贝。先来一锅，这会儿不用搁水，直接搁上蒸就行。盖上锅盖，哎，都开壳了，可以了。关火，外边下雨了，外边下上雨了，我把这个蹲到棚子里边去，把这锅先弄出来，看着打扇贝肉，做好。这个炖啥能好吃啊？这外边炖个萝卜啥的，我估计能好吃。
看看能整多少肉吧。明天。玉哥。我也去。干嘛？看那个多少块地，我没看多少。我说你要干嘛？你过来。我没事，我瞅瞅嘛，这啥玩意儿？这个玩意儿，看我不没有熟啊，尝尝熟不熟？没熟。生着呢。那不行啊。嗯。不好吃啊。嗯呐。别吃了。你别吃了。你也别吃了，不好吃啊。替你打点吧，这玩意儿你白扔了。快点，加快速度啊！我一会儿没了，可不好了。你过来。我到了。这鱼啊，这玩意儿什么？我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上瘾。阿奶，哇，不好吃吧？不好吃。不好吃。第一锅的扇贝肉出来了，被你嫂子吃了一半，然后这是第一锅的扇贝肉，没少包这么多。来个大个吃，嗯，真香。看家咱家这货，他竟然吃海鲜，我竟然不知道你还吃扇贝，现在是吧？我不能都给你了，挺贵的，我自个儿留点。全部包完，包了这一大盘子肉。我掂了一下，大概现在能有个3斤左右吧。20斤出3斤，真的好吃。但是我还是决定用水把它洗一下，看起来好像有点泥什么的哈。来，给它洗一洗。这样冻上以后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袋里拿出来就吃了。你说这要是以后下个水饺啥的放里边是不是也行，海鲜味的水饺，扇贝水饺。哎呀，行，你来找个时候给我包点馄饨。滚，我不带你玩去了。我不给我问去的，给我几个包。我不给你钱，30块钱我还掏得起。我控制单呀，乐呵，哎呦呀，满了。这里边这边我都送你菜，看。还有馄饨吗？放我，没给你儿包的，这不是馄饨，这是你二弟包的饺子。我这个放这冻吧。不咋好吃。冻上，我们家冰箱满满当当的，一般是3年4年一扔。爹，这说的不是省，不放坏也不扔。来吧，兄弟们，风里雨里路上。等你带玩去不带。好，这回有扇贝肉了，告诉你啊，先是先说好，以后碰到谁那个看我眼色寻思，我认为他和值得给他肉的咱们给他肉吃，如果不值得的就坚决谁也大伙不能说啊。真的，这小小子。好了，这就到这儿，拜拜。